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他太强势了，把我压得喘不过气，什么事都要替我做主，根本不找我商量，跟他沟通太费劲了。我一直在为他着想，他还不领情，总觉得是我耍脾气，真的太伤我心了。他就是想把我变成气管炎，在朋友面前也不给我留面子，他的爱已经让我变成了负担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他就是太窝囊了，一点都不爷们儿，还特别幼稚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王31岁，来自吉林，消瘦；小高3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职员。欢迎两位哈，今儿谁要来的呀？今天是我要来的。我们两个私下有一些话题，我跟他太强势了，我没办法说，想借助平台给说一下。哦。你在家里被欺负了？窝囊受气啊，受了气了，来这儿要说一说。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俩合租认识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感情被骗了，创业也被骗了，损失了能有几万块钱。不是，什么叫感情被骗了呀？因为上一段感情就是女方就是从我这块断断续续拿走了能有6万块钱吧，但是最后跟我说的是我们俩不合适。哦，被骗了，哎呀。然后我就在出租屋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两个是属于三室一厅，一个合租，一共是3个人，一个人一个卧室的那种。哦，合租屋。对，我们俩认识的。嗯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对我挺好，老是做饭的时候带我一份嘛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善良。添一双筷子是吧？后来呢？后来的就是在一起时间长了，1个多月之后吧，他说的那意思，反正咱俩也是在一个锅里吃饭，还不如就在一起了。而且我觉得上谁说的？他说的。嗯，我感觉我挺喜欢他的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所以，别人的饭不能轻易吃啊，兄弟，啊，不好吃吧那饭？这个饭其实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就在一起了。然后我就觉得他，因为我上一次就是因为被女孩骗过嘛，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人挺善良的。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不能骗我，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嗯，在一起之后呢？在一起之后刚开始还好，后来有就是他的太强势了。什么叫太强势？就是不尊重我，很多事不跟我商量。因为我们在一起感情基础1年多了，有一次呢，我跟他说，因为我创业的时候赔了能有个10几万块钱，我跟他说能不能借我点钱，我说我稍稍周转一下然后给你。他就是不光没有借我，把我数落一顿骂我一顿之后，还把这个事告诉我父母了。你觉得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告诉你父母呢？我感觉告诉你父母是应该的。我没有说你不能告诉我父母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你跟我说一声，让我有个心理准备。这么小的事儿还跟你说吗？跟你父母说还不对吗？不是说你跟我父母说不对，而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告诉我一声。你挺大男人，为什么那么无能呢？为什么光女人借钱呢？你可以选择不借呀，就我没有要求你非得要借呀。那我让你父母知道有什么错吗？就是他一直都是这种强势，就特别强势，根本就不跟我说话。他这么问我也回答不上来，不是人强势。那为什么能管父母借？管那什么呢？对呀、啊，不是我不管父母借，你父母那么大能力，最后也不是我父母把家里的店铺卖了，把这个账给还上了吗？我只是觉得我凭我自己的能力。但是我认为就是不能应该管女人借钱，知道吧？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借，我生气的重点是你跟我说一声，不可能说什么大事小事都是你来定性，那还有什么意义了？你说这事大就大，你说这事小就小，这么小事还跟你说，什么都跟你商量。行吧，还有什么事儿？生活上就包括我过生日，许一个生日愿望上也得是他说了算。这啥意思？就是我许生日愿望必须是他替我许，然后你想想我过生日肯定有朋友有同事什么的一堆人，他替我许了这个生日愿望之后他还得说出来，就我感觉他，我不就希望我们天长地久吗？永远在一起吗？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日，你连这种事儿你都替我做主了，我就感觉我特别窝囊。我认为这是个小事啊，就想为你做主啊，就希望我们天长地久。不不不，希望跟你们永久在一起。不是，我还没弄清楚，咱过生日的时候不有一蛋糕吗？对，有蛋糕，有生日蛋糕。蛋糕上不有蜡烛吗？对，然后大家说啊，许个愿吧。对，这怎么还他许呢？因为到许愿的这个环节他就直接把我越过了，他直接就他许了，一拉我就告诉我他替我许一个愿望，说我们两个永远在一起。你就闭嘴了。
我不是我闭嘴，而是这个愿望还没来得及许，就是他就已经把我给拉开了。那听明白了，你许的什么愿望？我们天长地久，永远在一起，意思。我就希望我跟他永远在一起，想抓住他，不想让他离开我。就你大声的就说出来了。嗯。可是不是你的生日啊，为什么你许愿呢？我认为他是过生日，必须我得许，我要按我的计划走，我必须得要抓住他，让他跟我在一起。所以我就说这饭不好吃嘛，你免费吃人一个月的饭，你以为是好吃的？后来呢，这生日愿望完了之后，这还不跑吗？这么强势。这个生日愿望就是我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，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忍忍。哦，再忍忍。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越来越过分，越来越强势。又干啥了？我平时因为工作上啊，就是可能是下班比较晚，因为销售这个行业，可能说有的时候去外地什么的，回来的晚不及时，有可能我八九点钟回来，然后呢，就小区里有个流浪猫，但我每次回来，我累一天了，我觉得我喂这个猫，我就能觉着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啊。他知道我喜欢这只猫，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商量，也没有干嘛的，就有一天突然之间就把这只猫给我抱回去了。他抱回来有错吗？你不喜欢吗？让你天天看着他。我没有说你有错，我只是觉得就是感情的基础是互相尊重，你就一直在什么事儿都你做主，你说了算。我感觉你什么事都认为是大事儿，我认为什么都是小事儿，给你抱回一个猫也是事儿。就是他一直在试图把我去当养成一个气管炎窝囊废的那种感觉哦，特别强势，什么都在他说了算，他做主。还有什么事他说了得算？有一次就是因为他要求我下班了不能及时回家出去，必须得跟他报备一下，就是在手机上告诉他我在哪儿在哪儿，跟谁跟谁。嗯，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接的不及时，因为我觉得呀，跟朋友兄弟之间吃饭肯定是就比较神圣的，你说你老看手机老回微信，我就觉得我不尊重人家哦。然后这个电话呢，我就没有接，我也的确没有听到，他呢就直接来到这个饭店来找我来了。不是，他是怎么找来的呢？因为我之前跟他报备了嘛。哦，还是说过了。对，因为我只要回家不及时，我就必须报备的。是不是怕他喝多了，所以接他去了？那倒不是，我不放心他。你不放心啥呀？打电话不接，我都急坏了，然后我就去找他去了。他不放心什么？就他多疑吧，可能是他老觉得我们吃饭不只有男的，还可能桌上有一些女孩子或者怎么样。那你还是跟那些女的有事啊？要不怎么那么多老多？但是我那天吃饭，你还是没有做到我的安全感。就是我们那一天吃饭只有我们几个，就全是男的。他到这儿也不分青红皂白的，就问我为什么你不接电话？但我是真没有听见，我说我没有听见，他就不开心了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直接就，那我不是在乎你吗？不放心吗？拽我就直接回家，必须回家。我不希望你跑了，我想抓住他。你知不知道一个男的在那种场合很尴尬？然后我朋友当时就是跟我一起喝，可能多少就是都喝酒了嘛。我朋友就说了，如果你是个老爷们儿，今天你别走；你是个男的，你今天就留在这儿。她是你女朋友，她不是你妈，她这么对你，你那面子那么重要吗？面子比我重要吗？不是面子重不重要，我就觉得咱应该互相尊重。不是，那后来回没回啊？回了，回了就别说了呀，回了代表你认同了，认可这个行为了。不是我认可了，我感觉我应该尊重他，给他面子。如果我再跟他吵，两个人就都不懂事了。啊，行行行，那就宽宏大度吧。啊，那不是挺好吗？但这个事儿他在心里面就一直，就是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。懂懂懂，那你心里还藏着多少不舒服的事儿？今儿你都说了，还有吗？而且他特别多疑，因为我就是平时嘛，应酬比较多，回家可能比较晚，有的时候可能谁喝多了，同事喝多了送一下。然后有一次我送一个女同事回家，然后呢，就这件事我也是跟她报备的，然后呢，她就不愿意了，她就一直在电话里跟我吵，第二天非得要求去公司里见一下的这个女同事，说我俩之间不清楚的有事。那还是有问题啊，要是没有问题，你为什么要跟她私自见面呢？这不能算私自见面，一起一个部门吃个饭，然后我送她回家很正常啊。那咋不找别人呢？为什么找你呢？你肯定有问题呀、啊！你要没有问题，他为什么找你呢？我第二天真去公司了吗？我没有带他去。不是你这干嘛呀？那为什么不能带我去呢？还是有问题呀、啊？他带我去啊，有本事我们三个当面对质啊！不是对质什么呀？对质他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我说你我说我没事，你信吗？我不信呢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他肯定有问题呀、啊。他有啥问题啊？他跟女的在一起、啊，为什么私下那么联系？不是，我就认为他有问题。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事儿，他非得说有事儿，第二天非得要去，我没有让去，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坐实了。就是我没让他去，现在他也觉得我跟我同事之间不清不楚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他去了，本来是我们俩人的事儿，他去闹到公司之后，把我同事都给连带着受影响了，我就一直没有让他去。同事朋友重要，我不重要。你确实不重要。那谁重要啊？那个女的重要吗？跟你没啥关系。因为这个事儿，他的确就是一个同事。不是，这要解释吗？还不考吗？
我这个已经到不可理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认为这是我爱他的方式，我要抓住他，他就不会离开我。抓呀，抓到这儿来了，抓走啊，抓呀，抓呀，一会儿我就抓走，一会儿抓走就给你拆了。他那种无理取闹，就是你刚才用的什么词儿？无理取闹，你敢用这词儿？我觉得无理取闹了，你还不跑？你不无理取闹，你跟别人联系。我不跑的原因就是，在我最困难的那个时候，是他帮助了我。他给了你一口饭吃，哎呦，这口饭，我说饭不好吃吧？不只是一口饭，行，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。还有一次，我跟我前女友好久好久都不联系了，只是微信没删，的确是我做的不对。然后呢，我前女友也知道我是平时特别爱玩的那种人。他带着孩子去游乐场之后啊，就给我分享了一下子那个游乐场什么什么好玩。你看这个事儿也分享，什么都给你分享。他都已经带着孩子去，人家都已经结婚好，就是结了婚了，结婚的孩子是你的呀，怎么的？你说跟那女的又有孩子了？孩子，你看，就是他就是一直是那种多疑强势的性格。不是前女友怎么了？跟你分享了，然后呢？那玩意儿人给发消息，我觉得作为尊重也给回个消息。我说行，有机会去看看。然后他就觉得我们俩在创造偶遇的机会，就我们俩在约定个时间去。人家都联系了，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才回信息？就故意的呗。如果我要是真的跟他有什么事想创造个偶遇的机会，我是不是应该把这条微信我删了，连你看见的机会都没有？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。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，我们俩是合租嘛，他把我东西都扔出去了，把我撵出去了，多好啊！赶紧别进去了，赶紧跑吧。那后来他还回来了，证明还是我重要。你看看，你说这人自己不争气，你哎，真是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，就我回去之后，我也跟他说了，我说这就这一次，不再有下次了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对。这也是给你的教训呢。你有下次你也进不来了，你还在乎吗？就是因为这种强势多疑，然后呢，我老感觉可能是他觉得我离不开他，或者说他觉得你确实离不开他，不是他觉得。我也觉得你离不开他，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有色眼光特别严重，因为我是做销售的，有时候跑业务嘛，就可能穿的正装时候居多，只要我一出门了，然后在他的定位上我就又是跟别的女的约会去了，就穿的可板正了，然后穿的黑衣服，然后那板板正正的见客户，我觉得这是你很多时候你必须的呀，你越正式人家才越信任你，那就是有问题，没有问题为什么穿那么板正，又想招呼影碟吗？他故意的是不是？我不是想故意的，我一直我都在跟你讲，就是这个东西是工作上的需要，我觉得就我穿的正式了，可能把这一个业务谈成。我不因为在乎你吗？爱你吗？我咋不管别人呢？我知道你在乎我，爱我，但是我觉得咱们需要一个互相尊重，就是感情的。我怕你离开我，我想抓住你。就是他觉得我见客户是假，私下里联系别的女的是真。我天哪，那你穿不穿呢？工作上我也得穿呢，我必须得穿啊，我穿他就说，而且就是人身攻击，语言攻击上特别恶劣，他说就有可能说因为我穿了这个正装出去了，然后就是他本身走路，我走路就小时候出个车祸，走路上可能就是稍稍有一点别扭，然后他就说了，你看你穿完衣服之后你这么走路，你这不就想出去勾搭女生吗？啊，他是故意的啊，走路像小猫似的，像不爷们儿，看的就是不正常。我是腿上有问题，就是正常的走路。他认为正常，我认为不是正常。这不就是正常走路吗？可能稍稍有点内八字。你看，这不是啊，我这就是正常的走路，然后在他的认知当中就不行了。这没问题啊。有问题。这不是小时候出过车祸吗？他就故意的。不是他怎么这不正常走路吗？我的妈呀！就是他根本就在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我没有反驳的余地，全是他就把这个事儿给说了。一加一他说等于三，我要是敢反驳二的话都不行。就我觉得他所谓的喜欢就让我特别窒息，就是因为有过一次把东西给扔出去了嘛。所以说我尽量，我觉得他不可理喻吧，我就尽量我不吱声，我不犟，我不理你到头了。甚至就是我在工作上受到委屈受到压力，不能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，他做的饭我没有吃，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今天这单就是没谈好，然后把工作上的事放到家里呢？家是什么？是一个港湾，我受了委屈了，我到家了，我也没有。但在我的认知里你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是往我这里撒火，然后在外边不使厉害，到我这并不是故意的，我来的什么都不耍脾气，我回到家我觉得我需要个温暖，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说。什么事都想不开呢？你看他一直都是这种强势，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就这件事我觉得我做的并没有错，我到家里了我没有说去跟你讲我怎么地怎么地，只是你做饭我没有吃而已，然后你呢就上纲上线了，就非得说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为什么要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来？你就这么气我，不得要气死啊。我并没有，不是，就是我今天能说出来，就等于你不吃饭
他就说你发脾气。对，因为我不吃饭，我不听话呀。他一直要求我做一个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男人。你要爱我的话，你就得必须按我的方式来。行，我问问，他是爷们儿吗？不像爷们儿。他缺点什么呀？他缺爱，不够爱他了，他还不知足，他就想上外头去找去。啊，那他可以不爱你吗？那不可以，必须爱我。那他可以跑吗？要不可以，我怕他跑，我要抓住他。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谈过，后来我们也分了，他跟别人跑了。他为什么跟别人跑？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反正跟别人跑了。然后我就认识他以后，我就认为我一定要抓住他，我怕他跟别人跑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跑啊？这么委屈？因为当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帮过我，我觉得那个他帮你啥了呀？那个时候他不是这样强势的，他会开导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谁人生怎么可能一帆风顺？”就是你是因为报恩是吧？也存在一定感恩的心理，但是我现在我希望他能改掉他这种强势。他改什么呀？就我需要他对我有一定的尊重。什么叫尊重？难道我不管你吗？放手让你跟别人跑吗？我没有说那样，我只是说有的事你可以跟我商量。哎，你怎么是不是咱俩去谈呢？行，我看你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，因为我爱你，对，所以我管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可以帮你决定。对，那他怎么爱你才算是爱呢？什么都听我的，我说什么是什么。哦，那你这个逻辑就自洽了。现在他花你的钱吗？不花，我花他的钱。挺大男人为什么要花我钱呢？我必须花他钱，让他养着我。就是他还得养着你。对。他还得听你的。对。他还必须得爱你。是的。那你是谁呢？我是他老婆。结婚了吗？将来以后做老婆。结婚了吗？没有结婚。没结婚。我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在一起。那你觉得你们能长长久久吗？他只要是听我的话，按我的方式来，我就能长长久久。啊，行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那做不到为啥不分？就是我觉得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，还有一个挽救，就是我觉得还能挽救啥？也许他能变好，也许有人能把他说通，劝劝他，他就不这么强势了。哦，就是他们四个能把他说通。对。如果他们四个不能把他说通的话，怎么办？那我就得考虑考虑我们到底还适不适合在一起了，有没有必要维持这段感情了。听明白了，就如果今天他们四位老师不能把你的女朋友劝得按你的心意来，你就要重新考虑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好，你会听他们的吗？我不会，我还要听我自己的。那你来干嘛呀？我主要是希望他改，希望他还听我的。就所以你今天是来盯他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就让他改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很有可能就一说他就跑了。跑了不行，我得想办法，还得给他抓住。啊，行吧，你要那么自信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，是吧？嗯，好的。就他们即使说让你们分开，你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吧？不会。不会哈，他说了不找麻烦了，你们可以说真话了啊！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往那边看，往那边看，说真话啊，于老师，这个保证很重要，否则我们也真的不敢说话了。你这个架势就放在那里，如果这个叫爱情，这是恐怖的爱情。如果说这叫强势，这是恐惧的强势。刚才你说男人不能向女人借钱，对，你可以不借，干嘛要折腾到他们的妈妈爸爸的头上？他已经成年了，你还以为小时候老师孩子不听话到家长那里去告状啊？他31岁了呀。另外生日许愿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，你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可以抢着替他许愿？因为我在乎他，我爱他，我不希望他离开我。你这叫霸道，这叫强词夺理，叫不可理喻，蛮不讲理。还有他和女同事，只要你怀疑就要赶去和女同事对峙，你还让不让他活了？那不是我爱他。当然有一点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一个男人他没有骨气，没有志气。他现在的一句话就是，我已经把你赶走了呀，东西都扔出去了，你又回来了，所以你爱我。这样畸形的爱情你认为还是爱吗？你说感恩，感恩不等于感情啊。他认为自己一点没错，这就是我爱的方式，但我想告诉你，这样爱的方式太可怕，这样爱的方式它是不对的。你爱要他感受到你的爱，他只感受到你的强势和可怕。爱是平等的呀，
爱是一种同频共鸣啊，你们鸣得起来吗？你说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？男人最需要的三大需求是什么？被理解、被认同、被信任，在他身上是一点都没有的，只不过他相信你会改变。你也扪心自问一下，在这样的爱的过程当中，你快乐吗？你所谓的爱情当中，你们有温度吗？有爱情吗？这个男人他真的害怕了。你今天说是到爱情保卫战来借胆，我们也愿意借给你。今天借你一个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重要的话说三遍，赶紧跑。哎，我问一下女生啊，你说因为我爱他，所以他就要按照我的方式来，对吧？没有伤害他，所以你的爱是，我觉得是一种幸福。我要是爱的话，所以你的爱是满足自己的幸福，对吧？对，除了自我满足之后，我不想其他任何的东西。你的幸福在于，你除了自我满足之外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牵扯到你，在你的上面，没有社会关系，没有道德结构，
没有所有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枷锁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就是一只放入了人群的兽类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说这个话是打引号的，你当然是人，但是你是一个只有本我的人，也就只有原始欲望的人，除了满足自我之外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去想，这是一种人格的缺失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真正缺爱的人是你，他其实还好，他不是很缺爱，因为他什么都要自我满足，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这边搂，所以他到最后还好。你是一个真正缺爱的，你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创伤之后，你有强烈的缺爱的感受，然后你认为自己是被世界遗弃的，在这个时候你抓所有的人和事物像抓救命稻草一样，然后你就抓住了他。但是当你抓住了他之后，他给予你的究竟是爱，还是像两位老师说的是占有？他给予你的是不断的从你身上的掠夺和控制，还是你真正想要的关爱呢？你要想明白这一点，你要的爱到底是不是这一种？你很难去理解一个只有纯粹本我的人他的爱是什么样的。所以你要的爱是什么？你们要的家庭到底是什么？最后，这位女士，我想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一个孩子，你也会要求你这个孩子完完全全听你的，因为你爱他吗？必须按我的方式来，因为我为他好。我说完了。之前的恋爱还算顺利是吗？不顺利，我们分开了。以男生跑了为结局。嗯，是他跟别人好了。
那您要是好色，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你们自己看吧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就是我希望你能把你这个强势、霸道、多疑的性格改一改。我们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，也不是说你做的不对或者你做的不好，只是我忍受不了你的这个性格。一直我都觉得，刚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能只是说缺乏安全感。我一直在试图着让你改变，但是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也觉得累了。我希望今天能在这个平台上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把我很多说不出来的话我说出来，然后你能把你该改的你改一改，让我有一点在家里能稍稍有那么一点尊严。我的性格就这样，这么久了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也想改，但是我改不了。我主要是还是爱你，怕你走，怕失去你。哎呀，真的不应该分开，他享受于此，他满足于此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做个预测吧。赵川老师刚才一眼看出男生的问题，占小便宜，他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赚个小便宜，借我们的嘴让他们说分手，所以我们也愿意被借。男不出女出，男不出女出，女出男不出，而且我认为那个男的还跑不了，双不出。好吧，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选择的，请开门。当你碰到这样一份爱情的时候，逃跑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没有爱，只有占有。不管怎么说，结局是好的，两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情感问题，分开了，希望他们寻到真爱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，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总是和别的女生暧昧不清，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他总是自行想象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他就是不信任我。可能我们刚开始在一起就是一个不正确的决定，我总是因为他的事情而焦虑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还是很爱他的，但是他却一心想要跟我分手，我觉得他只是在跟我置气，我想跟他重归于好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马20岁，来自天津，学生；小赵23岁，室内设计师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认识的呀？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。当时我追了他，一开始他还没同意，后来送礼物送花嘛，慢慢就好上了。送礼物送花，什么礼物打动你了呀？就一些平常一些小礼物，还有他手工做的。为什么拒绝他一开始？因为就是问他年龄嘛，他太小了，他还在上大学，我已经工作了，觉得不太实际。姑娘实际上面比较理性啊，在这问题上，这一年多谈下来怎么了？他做了很多让我觉得出格的事儿啊，让我就是很没有安全感。就他觉得我桃花太旺盛，再照这样下去就容易劈腿。不是我都没做过的事情，我就很新鲜，他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？哦，他预见到了未来你会劈腿是吧？对啊。主持人，我跟您说，我们俩都在一起半年多了，然后我才发现他有一个微信小号，加了很多女生，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，然后他就说是什么工作原因什么的。你做什么工作你还要加这么多女生？我在学校门口酒吧当调酒师啊，这种工作避免不了，就很多人都会加我微信什么的，方便交流。然后我是在那工作的，说白了服务行业，也不方便拒绝嘛这种事情，然后就创一小号，也不想跟他们深交认识，就把他们都放在小号里面了。哦，一开始没跟他说是怕他多想，但他看到之后我也很坦然，把手机密码都告诉他自己看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你看这男孩处理还不错，我这个工作需要不能薄着面子，所以但是我也没联系啊。什么工作需要呀？那还得总是得加女生微信，你就不能告诉他们你有女朋友了吗？而且他那个小号微信也不发我们的合影。我个人觉得我和他的合影发在我的主微信号，家人朋友能看见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去发到小号上面，就没必要让那些陌生人去评判我们的生活啊。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怕被那些他女顾客那些美女看见。
对，主持人他就这样，就我怎么说他都不明白。然后后来我都说不发不发，就后来也听他的，我就发了。嗯，后来发生的事情搞得谁也不快乐。咋了？就是我那一次下班嘛，然后去他那个酒馆找他，然后等他下班，结果呢一个女的然后就醉醺醺的过来跟我挑事儿，说什么我配不上他，说我长这个样子，那意思就是他俩要好呗。我当时就可生气了，但是他过来把他拦走了，然后没问我什么感受，直接就把他带走了。把谁带走？把那喝醉的女的。把那个女的给带走了。我是在那里工作的嘛，我也很忙，确实是没有精力去注意他那边的事情。等我发现的时候他们都快打起来了。您站我角度你想一下，就正常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先拉开嘛，把他们我就觉得先把那女生拉开，我折回我才安慰她。但你想都已经这样了，我只是一个就是打工的。不是，你认识那女顾客吗？我给她调过几杯酒。只调过几杯酒？主持人，我觉得肯定不止这么简单。就我个人觉得那女生可能就是喝多了说一些话。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呢？后来他又跟我生气，不理我，跟我冷战。然后正好那几天赶上五一了，我就寻思着约他出去玩两天散散心嘛。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，然后发微信我发一长溜，就回我俩字不去。那我不是生气吗？主持人，我不去是还有一件事，是因为就是他上一次过生日嘛，我那时候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去，我很内疚。然后晚上我就给他打视频，我说问问他，然后就玩得怎么样，想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结果呢，人家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最后给我打过来视频，然后我发现他在酒店，然后我让他把摄像头转过去，他在那支支吾吾的不想转。结果转过去之后发现是他那个学姐。谁支支吾吾了？你。不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真的是有必要解释一下。当时我就跟他解释过，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。我愿意听。你想我俩是情侣关系，这没错吧？哪对正常的情侣连对方的生日都不记得，一顿饭的时间都抽不出来？我那是不记得吗？我那是太忙了。这件事情我也很生气。一开始行，确实他忙，我理解他忙，他来不了，我有朋友有同学他们陪我过生日来了，大家都喝得挺难受的。我寻思就开几张房间，酒店里面啊，其实不是就我们两个一堆人一块儿去了，开了几个房间啊。但是正好是那个学姐，那个学姐平时就是对我挺有帮助的，生活上工作上就对你有意思就行了。哎，别说挺有帮助的，这确实是。对，主持人，我还想跟您说呢，为什么我这么生气，就是因为我之前翻他手机，发现他跟这个学姐就是总聊天，而且我还拍照了，不信您看。这你等一下。我们能不能看？我得征求他的同意，你同意吗？主持人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觉得没什么不能看的。好好好，那咱们看。还没呢，是学姐是吧？嗯嗯，是你是吧？啊，这啊，这个好像没。这学姐一看就对他有意思。不，这个没有什么疑义吧？我觉得我的回答不是你的回答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作为一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，请问学姐跟你说的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学姐在干嘛？自己都乐了。学姐在干嘛？学姐在干嘛？学姐在撩你。自己不说话了呀？心里很清楚吗？你影子还不够斜吗？不是你的影子还怎么搬正过来？我现在就想知道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不，学姐在对你干嘛？我没说她不正常，我只想知道学姐在对你干嘛。她对我有点是表达心意那个意思。OK， 学姐喜欢你，对吗？你是知道的，是吧？对的。明明知道学姐喜欢你，那你给我解释，怎么后来你们俩就到了一个房间里了？后来她也喝多了嘛，她是喝大酒喝醉了。然后还吐了，我寻思一下照顾一下他，就给他送酒店里面。然后后来他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接了，然后也给他看了，确实是喝多了，照顾一下，然后我就出去了，找其他人去了。我不信，孤男寡女，咱们两个打着视频呢，当时你有什么不信的吗？主持人，他明明知道我很介意这个学姐，他那天他还要单独去照顾她，我就很不开心这一点。后来他就不理我了，我就寻思想办法补救一下嘛，我花了好几天时间，天天接他下班。在他公司门口给他捧着花呀，带着礼物呀，有没有这件事？对，主持人提到这些事情我就来气。我再跟您说一件事情，就他天天下班跟一个男的形影不离，俩人有说有笑的，而且这个男的看我眼神都不对，他们俩绝对是有问题的。我觉得主持人，我跟您说，那个是我羡慕上的师傅，然后他对我很好，而且人家40多岁了，家庭也和睦的，他这根本就是他想多了。后来还有一段事情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后来他就微信发了一张朋友圈，里面有一张图片，在医院打点滴的图片，
下面还有那个位置，我寻思着我就过去看看照顾照顾吧。我现在都想不通他发那个朋友圈是什么想法，当时你让我过去干什么？我过去看那男的怎么给你喂饭吗？就允许你照顾学姐，不允许别人照顾我吗？那就是我同事，而且你别老跟我提学姐了，我觉得这是正常关系，我爱你，但并不耽误我去喜欢别人，我喜欢别人也并不耽误我爱你。这不，主持人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结婚了吧？这位老师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就不相信你一点欣赏喜欢的意思都没有，对吧？是这个，就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。等等，我跟新汤米娜这么多年，对，肯定会有欣赏，我告诉你，欣赏肯定是有的。对，但是新汤米娜从来没有给我发过穿裙子的衣服，问我说这好看吗？我也从来不敢发一个我穿马甲的衣服，然后说米娜老师，我穿着马甲好还是脱了马甲好？行，我明白。我们没有这个。我明白。我没有，所以您这比喻并不恰当。我先说其一啊，其二，年轻人慌不择言，我非常非常的理解。我们正在惊讶于有人给他喂饭呢，我们想听喂饭这事儿呢。你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了，来了一句，你结婚了吧？那么老师那么好看，老师真的很漂亮吗？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在酒吧里面有那么多的女性给你，你说她情商多高，对吧？勺着我还得搭着你，关键她还夸你，你知道吧？这你看你看，乐了哈，你男朋友可以哈。我就问那天谁给你喂的饭，那是我同事。是那个师傅吗？不是。哦，不是。这是已婚还是未婚？未婚。这个未婚，这男同事一定喜欢你。我觉得只是不是一定喜欢你，不喜欢你怎么可能给你喂饭呢？我跟你说，正牌的男友打点滴，一定是在那打游戏，只有心里有你没转正的才会给你喂饭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就是这个道理吗？你还说别人？一个正牌的男友，自己的女朋友打点滴，自己不在，就我别的女人喝多酒，你在旁边，不是我也别瞎说这件事情。你们俩，你生病了也不叫我，你叫别人干什么？他就在我旁边，你呢？不是你呀、啊，不会说话，你学他呀？你看人家对生日那件事儿怎么说的？你这么说呀，主持人，您听说过吗？有男朋友的一个女孩子生病了，她用不上他。他能不生气吗？正好啊，周边有个同事看了送去了，这是不是跟过生日那一样？主持人啊，您看呢，对吧？有这么谈恋爱的吗？人家过生日他不在，什么工作那么忙啊？于是我没有办法找了学姐啊，原话吧。所以你们将心比心的推一推，把这些破事先扔一边，其实我相信彼此还是爱的。还喜欢吗？喜欢。还喜欢吗？如果你们还彼此是相爱的，即使今天不再爱了，没有爱了，也没有必要非给对方身上泼这个脏水啊。你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心不能打开，不能好好的处理这些事情，那你们的爱情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愿意相信他跟学姐没什么事儿，我也愿意相信你跟男同事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但是你们彼此对方心里真信吗？你们失去的信任危机找得回来吗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好不好？好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生确实情商很高，高到我的智商有点接不住了。您刚才也讲，您的女人缘特别好，也就是说只要是女生都和你有缘，男生的那个小号瞒着的就是自己的女友。不要用工作来当说辞，您只是一个兼职。另外还有一个，酒吧当中那个醉醺醺去彰显所谓主权的女生，你和她如果说没有深的交流接触，她不会借着酒去挑衅去侮辱。学姐的事情就根本不用说了，男人在情感的过程当中是有拒绝别的女人的能力的，只要这种能力你愿意去释放。但是您呢，不但不释放，而且是迎合他。当然喂饭也好，包括和师傅也好，我认为你不是误解，这是他无意识当中也感觉你既然这样，他就有一种报复心理，表达对你的不满。你不要认为你旁边有这么多女生欣赏，我身边同样有男生欣赏我。这样的照片为什么发？给谁看？给你看的、啊。
所以你们说两个人这样的一种爱，这样的一种情有意思吗？你们的打开方式错了。今天你们要做个选择，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真真心心想相爱的，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这样的一种方式。如果说两个人认为我们这样做的是没错的，我建议你们此刻孔雀东南飞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我觉得你们很享受这种被别人喜欢被别人追逐的感觉。如果谈恋爱了，感情稳定，彼此真的心贴在一起，深深的相爱，是没有缝隙透出那股你可以喂饭的气质的。女生，如果你的心和这个男生真的是在一起，你是爱他的，你的恋爱百分百给了他，不会有男生喂你饭的。老师开始其实是百分之百，但是你不用说你是报复他，因为他做的不好，这也是你自己潜意识里边表现出来的。你接受别人对你好，那是一种享受啊，确实有人喜欢你认可你是一种好的感觉。但是你们在谈恋爱，你们有了一个男朋友，有了一个女朋友，却依然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这种喜爱，说明你现在的亲密关系在心中的分量不足，就这么简单。男生刚才说的话我觉得特别的符合你们实际的情况，他说我就是虽然爱着一个女孩，我就不能去喜欢别人了吗？我们不能心里爱着一个人还去喜欢另外一个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的明明就是心里对这个女生有一点爱，但是还放开心里很多的部分给其他女生去喜欢人家，这在爱情当中是不可以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。你们做不到，那就是不够相爱，不够爱，我们就放开自己去找一个真的能够爱的，何必牵强的在一起，把彼此那点喜欢搞成今天的鸡飞狗跳，互相指责对方，好像显示你们都多么的不忠诚。不是真的爱就谈不到真的忠诚，所以忠于内心，走自己的路吧。我劝你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是还是分开为好。谢谢。严老师老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，然后说好看吗，我就给他下面评论好看。但是没事儿，没有人会认为这有什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，成年人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发照片那个人只是喜欢自己而已，所以我们才给他点赞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痛苦在于什么，你们搞错了一件事儿，就是相爱和确认相爱的唯一性它是两个阶段，你们现在处于相爱的第一阶段，还没有到相爱的第二阶段，就也你们没有确认彼此的唯一性。很简单一个道理，毫无疑问你爱上他，他也爱上了你，但是当有人追求你的时候，当有人向你表白和倾诉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多多少少的想到一点，哎，这个人好像也不错，这个人跟我女朋友比哪个更好看一点呢？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并没有进入到一个完全确定相爱唯一性的时候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经历那么多事，你和他之间，两个人之间，你们形成了感情，但没有形成岁月所积淀的感情。就是当你们五年十年的生活投入下去，你们每一次生日每一次生病都有对方在身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再出来一个学姐，再出来一个谁，哎，很好看，我甚至都会来跟你分享，你看这个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好不好看，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完全确定了你是他的唯一性，别人就算再好看我对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意思。你们现在欠缺的是时间，在这个时候有不确定性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还愿意彼此相信对方的话，就给对方多一些时间，让对方在你们两个人彼此共同的生活之中，让时间去确信这件事情，时间会给你们建立信任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时间就会拆散你们。谢谢老师。我想说的是不用再继续了，你们不用再作伴了，